待会我们总共甩30分钟，分成3个回合，每10分钟会停下来让大家休息一下，缓解腿酸的问题。现在专心听讲解，看着标准的动作一起来练习。注意身体的姿势，两脚平行，与肩膀同宽。往下看一看，两脚之间的距离就是自己肩膀的宽度。脚尖要确实朝前，两脚平行。好，脚踏实地，身形中正，左右平衡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面带微笑，全身放松。鼻吸鼻吐，保持自然，完全放松了，待会儿才能够甩得更好。好，眼睛慢慢张开，双手平举，跟肩膀同高，肩膀手肘到手指头要呈现平平的一直线，轻松的舒直，很好。平甩弓，走，一二三四五，听数数的标准节奏，轻松的甩，甩到第五下的时候，膝盖往下轻松地弹两下，蹲的时候不是越低越好，膝盖要放松，保持弹性。二三，专心地甩，把脑子里头的琐事通通都暂时地放下，四，嘴巴呼吸容易耗元气，从头到尾都用鼻子吸气，鼻子吐气。二三四，面带微笑，轻松地甩。二三，甩多久就享受多久。一二三，专心地甩出轻松。多看教练标准的示范哦。三四五，继续稳定的甩。三四五，甩出平衡。二三四，甩出中正。一二三，甩掉浊气。甩掉病气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自然的呼吸，一，自然的甩，三，四，五，保持平顺，二，两手向中摆，自然的摆荡，一。越规律，三，越轻松，效果就越好，一，越能够带动体内的气血循环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往前甩，不超过肩膀的高度。一，往后甩哪算哪，不要刻意。四，五，一。继续轻松地甩，四五一二三四五，甩着甩着气就会越来越长，三四，到小腹的时候就成就腹式呼吸了，三四
五，甩到沉住了气，二，三，甩到稳定心性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大家一起团练，开心愉快的甩，短短的时间就可以甩出强大的磁场。一，二，平平的甩，规律的甩，一，千万不要越甩越快，否则就变成一般的体操了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平甩功可以达到自我检查和调整的效果，从根本上加强本质，改善体质，变换气质。一，二，继续轻松的甩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点功有没有捷径呢？二，师父说，学对了门，走对了路，就是捷径。二，有说，不需要毅力、恒心，只要天天练就好了。二，三，四，李凤山师父遵从天地大道，至简至易，而能至大至刚，创造出平甩功。简单就是智慧，才容易天天练习。能天天练，就能够调百病。二，三，四，每天早晚睡眠前后，就是专心练功的好时间。每回甩半个小时，初学的人甩十分钟可以休息一下，缓解腿酸脚麻。持续练习，百日筑基，一百天天天甩，打基础。最直接改善的就是失眠、便秘和腰酸背痛。五，一，重症的人一天可要甩个两三个小时，可分四五回来练习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平甩功，在平字上下功夫，甩得平心静气，平常自然，通经达脉，通体舒畅。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第一阶段的平甩功，稍微休息一下咯。好，慢慢停下来，两手自然回到身体的两边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面带微笑，全身放松，注意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自然顺畅。这时候会感觉到手脚热热、胀胀、刺刺、麻麻的，甚至身体还出汗了。这些所有的现象都是通气，气循环到末梢，产生最好的回流，回流到五脏六腑，滋润全身。
继续的放松，吸气吐气，慢条斯理。好，在最舒服的感觉里，眼睛慢慢张开。来，两脚动一动。来，两脚动一动。初学的朋友可以缓解腿酸脚麻的问题，要正确的提脚走动，千万不要乱动哦。从现在开始，尽情的训练自己保持端正。好，准备第二回合的平甩功，相信这一次一定会甩得更好。双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面带微笑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全身放松，呼吸掌握，细、慢、长、匀，四字诀的呼吸心法，带动完全的稳定。好，眼睛慢慢张开，双手平举，跟肩膀同高，面带微笑，平甩功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轻松的甩，一，很好，二，这一次甩得更规律了。甩得越规律，我们的气场就越凝聚。三、四、五、一，名师、二、明白的师父太重要了。五，感谢李凤山师父传给我们平易近人的平甩功，一，有了诀窍。甩起来的效果特别好。五，一，继续稳定的甩。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全世界都需要健康，一，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。四，每个人都有天然的自愈能力。现在摒除一切的依赖，巩固信念，甩出恭敬的心，甩出感恩的心，四、五、一，李凤山师父的平甩功，无止境地帮助人性的提升，让心灵完全敞开，让人生充满智慧。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。平甩功法，五、一、仰至调性，三、四、五、一，找到究竟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修身练命，二、三、四，轻盈体魄，一、二。三，练功吃素。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发大心愿。五，一，二，平衡世界。四，五，一，随时随地。三，四，
掌握节奏。一、二、三、最佳缓冲。五、一、二、完全补充。四、五、一、二、看似平凡。四、五、一、练就不凡。二、三、四、干净清明。一、二、三、创造奇迹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甩出平衡。五、一、二、养成规律。三、四、五、一、甩出顺畅。二、三、四、循环良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甩出善念。五、一、二、去无存精。五、一、二，甩出耐性。四、五、一，简易纯净。三、四、五，不怕不到。二、三、四，就怕停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想要好运。五、一、二，天天运气。四、五、一、二，处处养生。三、四、五、一，生机无限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甩出平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甩出平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心不乱。一、二、三，圆满已达。五、一、二、三，由缓而顺。五、一、二，步向正轨。四、五、一、二，完善运作。四、五、一，调理皆止。三、四、五、一，遵守秩序。三、四、五，习气全改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感恩师父的心法，三，让身成为心的推手，也让心成为身的推手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。第二回合的平甩功，甩的能量充满。三、好，慢慢停下来，两手不用力，自然回到身体两边，眼睛闭上，全身放松，呼吸调匀。练功就是在练我们的身心灵统合集中，练出健康的身体、稳定的心境和高度的灵性。行动是最恳切的语言，奇迹是献给相信的人。之旅，之约，真实，真相。
原则、原理、注记、主人。顺着最放松的感觉，眼睛慢慢张开。好，原地动一动。除了练功，还要练心。感谢李凤山师父的心法，给我们最好的滋养。虚心的领受，用心的去练，身心都会得到更好的气质。现在准备第三回合，万曲一收的平甩功。这回特别提醒练功要注意的地方：两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轻松站定，眼睛闭上，面带微笑，呼吸调匀。练功就是听话，师父说，懂得听话，日子好过，能够虚心，学问无穷。全心全意跟着标准练习，都甩得特别好。好，眼睛慢慢张开，双手平举，跟肩膀同高，平甩功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，舒服的甩，二、三、四，放松的甩，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有些人看到平甩功那么简单，随口说，这效果有这么好吗？说实在的，要练到简单可是不简单哦。尊重功法，掌握标准，天天练习，就能够甩出身心健康，还可以甩出好身材呢。不但可以省下全世界庞大的医疗资源，医生们还可以轻松一点呢。三、四，一起来甩出齿痕，二，甩出好气色。五，这世界有太多的噱头，大家可要小心啊。平甩功经得起考验，通过了许多海内外人体的科学实验，成功甩出了觉醒和修复的脑波呢。五、一、二、三，李凤山师父的平甩功，男女老少都能甩，有运动伤害的可以甩好，还有孕妇也能甩，可以甩出健康的母体和宝宝呢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，脚踏实地，放松的甩，不要用力，也不用特意的脚扒地、半蹲、提肛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西方的运动比较需要体力，年纪大了就难以持续。中国老祖宗的运动首推气功，平甩功就是入门。年纪越大，可是功夫越好。用心的甩，火候功力永远是自己的。五、一、二。
现在为大家讲解注意的地方。四五，甩的时候一定要轻松，身心就容易放松。五一，注意不要对着风口练功。四，户外的气候风和日丽才出门练习，平常还是在自己家里头平甩。一二三，空腹练功最好，吃过饭后半个小时再练习，还可以帮助消化呢。五一二，练功后要喝杯温开水，能够帮助排毒，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。三四五一，排毒要特别注意，不同的体质和气质会有不同的反应，这些都是好事，到时候要请教教练哦。二三四，大家都会有的排毒反应就是上下排气，上面排气打嗝打呵欠，下面排气就是放屁，可以排除肠胃胀气、妇女病等等不舒服的现象。一二三四，看电视也可以练平甩功。一二，特别注意始终维持着标准的姿势和节奏。二，当然专心的甩效果会更好。一二，行动不方便的人坐着也可以甩。一位80岁的爷爷不但把退化性关节炎给甩好了，到后来还可以骑脚踏车上街买菜呢。四五一，饮食方面以清淡为主，能够素食就更好了。一，吃素帮助人体的健康，也帮助地球的健康，不但养生还可以养德，天天平甩，甩出正确的味觉和自觉，自然就想要素食了。平甩功是李凤山师父关怀全人类普传的功法，普传但不滥传，甩的标准才交给人家哦，最好能够送上平甩的奇迹，师父亲自撰写的健康秘籍就更完整了。二三四五，继续轻松的甩，三甩到彻底的放松。一二三，松是生之象也，一平甩功甩一辈子就是一辈子的松啊。一二三四，练出真正的特异功能，就是真心去爱人，帮助人，还有让人也能够去帮助人，人人身心平安，免除恐惧，远离灾祸，真实的改造人类的命运。四五，好，慢慢停下来，顺着放松，两手不要用力，自然地回到身体两边，眼睛轻轻闭上，
面带微笑，全身放松，呼吸调匀，进入收工。收工大约两三分钟，静静地站着，注意呼吸，放松，安静稳当，完美的自我掌握。我们从静到动，最后从动再回到静，一切都静下来，感受体内的循环川流不息，继续的放松。好，眼睛慢慢张开，在最舒服的感觉里，咱们见好就收。恭喜我们共同甩出健康，甩出幸福。现在感恩的心，一起来尊师重道。谢谢李凤山师父，李正，敬礼。谢谢师父。